听，重建万物和谐、人龙相依的世界，这件事只有你能完成。但我只是个小奴婢。不，守路者，这不是一个巧合。守龙者的道路要很长很长。龙和守龙者心意相通，并肩作战，但处处凶险，事事需多加小心。你们都说我是守龙者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。在你前行的路上，你会找到所有人。